到台北象山公園，咁今日係六一二遊行，咁個終點咧大概係會去到中國銀行總行嘅。OK， 咁啊大概今日遲咗出發嘅，今日仲要等山上邊人落翻嚟。关时期的一个行动，所以刚有点积累的问题，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尽量抱歉，抱歉跟大家说一声，一定抱歉。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会进行我们的旗海游行。那我们这次待会呢，就会如果有期待，就是关时期或是其他山岗相关的旗子，甚至想要让大家看到的旗子，都欢迎是带回，就是走到这个队伍的前面，然后跟我们一起。然后我们带回这经过的路线，我们会沿着这个象山公园出发，然后再沿着这个去走，然后途中会经过101，然后101之后呢，我们是最终会走上这一个我们的集会的地方，也是中国银行的前面。那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612的经过反送中612的事情，然后经过已经今年是这个第三年的时候了。那今天在这个状况底下，其实我们都可以知道，不管是海外的港人之间，或者是在台湾的一些香港议题上面，我们都遇到一些乱流。可是其实我们希望，其实通过今年虽然说疫情的在持续的期间，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秉承着当初2019年大家所说的上帝爬山又记得努力的一个精神。在大家有共同的信念底下，各自以各自的方式，不只是各自努力，而且还要继续努力。那我们的游戏开始之前，我希望可以跟大家喊一下我们的口号，就是关乎香港时代革命。那如果香港朋友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用香港话去喊。那如果是台湾的朋友也欢迎大家一起以华语的方式去喊。旗海跟前边，
啊，我拍嘢，我墮後。哇哇喂邊個呢、這個呢、這個係邊個姜姜啊梗係香毒啦香香哇呢、這個主角唔好意思其實佢哋真係主角直播緊佢都冇去好謝哇咦是獨立狗來的這隻叫什麼名字香香我們著名的香香為什麼不是行前面的香香不是行前面的香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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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好，等我估計一下今天有幾人先。咁啊，打底五百定有嘅。好耐冇跑過啦。即係廣東話裡面就是雨水再再學得茫茫，因為我哋都知道，經過三年嘅期間，香港嘅事情，大家可能有一點淡化，甚至可能會有忘記。但係我哋希望喺台灣，我哋喺個自由民主嘅國家裏面，可以依然有依個空間去繼續將香港嘅事情同無論係台灣嘅朋友，甚至同世界嘅朋友。去再次講，在台灣的地方，我們依然會有香港的朋友在這裡遊行集會。我們今年，我們今年就是之所以會用就是遊行跟集會的方式，就是希望就是在疫情的期間，雖然說不能辦很大型的一些聚會，可是呢，我們還是希望可以用這一個方式，然後用一些行動的方法，然後去跟大家去說明，以行動证明我香港的实性，还要再继续。光复，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哎，光复啊！我哋经济安全可以住。欢迎光复，时代革命，时代革命。咁我估計今日大概，如果睇下龍尾先，哇！邊個靚車？邊個車上得啊？做咩邊？但係落雪啊！我想去。